会的颁奖人员，谢谢大家，恭喜你们。我们也感谢县长。接下来我们在彰化县蓬勃惠富的发展，也可以看到了我们大家活动的精彩。我们要颁发我们第三届书法比赛优异授奖人员。我们首先有请社会组第一名谢宝彤前贤，社会组的第一名谢宝彤前贤代表詹，第二名江美清前贤，江美清前贤请上台好不好？第三名许田前贤，第三名社会组的第三名许田前贤，不容易哈，不容易。我们接下来颁发佳作奖，我们都排在一起哈，来一列排开。赖淑彩前贤，我们可以请赖淑彩前贤，詹竹前贤，萧家生前贤，张秀莲前贤，魏永志前贤。我们还有优胜奖，唐艺美前贤，李秀兰前贤，赖淑慧前贤，赖宏记前贤，陈丽梦前贤。今天是得奖者，得到大家肯定鼓励，热烈给他们恭喜一次。我们现在颁奖人员，我们有请总会，我们李理事长来代表颁奖，我们热烈掌声，总会理事长为我们今天优得奖者书法比赛的优异人员颁奖。各位在座的前贤，中华的文化博大精深，书法就是其中一项。黑龙江心性到旗杆的哈，那我赶快来鞠躬。我们请总会为我们理事长为我们颁奖。各位在座的前贤，彰化县知会啊，会务非常的蓬勃发展，非常多元化的活动，也给我们很多的活动啊，带来很多什么鼓励，很多的人共同参与。所以谢谢我们彰化县知会全体理监事哦，大家的付出才有今天更好的活动展现。谢谢理监事们，各位前贤，节奏的掌声不断好不好？鼓励他们来。我们高中组、国中组人员，请准备出来排队来。我们高中组、国中组的人员，请出列。黄巧琪、陈立文、林伟涵、林家伟，好吧，姚宇之、陈玉轩，请出列来哈。这边先请准备来哈，先请准备。我们谢谢我们总会理事长，好吧，也可以说对我们的彰化县知会很大的肯定跟鼓励，让授奖人员得到最多的赞美。我们即将要颁发的是高中组的人员哈，高中组还有国中组的人员请就位准备了。来，高中组、国中组，我们有社会组、有高中组、有国中组，还有国小高年级组跟国小中年级组，真的非常活动的，好吧，多元性，得到大家热烈社会人士的参与，各位道亲的支持，不容易。好，我们请理事长跟得奖者合影拍照，热烈掌声响起。好，我们学生请过来，第二组人员高中组、国中组请就位来。好，我们谢谢。好，来，好，我们接下来颁发高中组第一名黄巧琪同学，第二名陈立文同学，第三名林伟涵同学，为得奖者的同学掌声鼓励。国中组第一名林家伟同学，第二名姚宇之同学，第三名陈玉轩同学，这是我们高中组跟国中组的得奖者。我们有请省婚会的理事长为我们颁奖，热烈掌声。各位在座的前贤，高中组、国中组哈，也可以说在我们的学界辅导下，对我们的学界学生也是奉献出很多的爱，带他们做很多的活动哈，真的不容易。我们有请理事长为我们颁奖。我们国小组请准备，我们国小中年级组、高年级组请准备。好，那每一个得奖的学生给他们掌声就是鼓励，掌声就是肯定。
们现在请我们的国小高年级第一名张轩，第二名黄义展，第三名徐凯瑜，国小中年级组许耀、许坤耀、张晨章，第三名张以南，我们请准备。各位前贤，这拢咱是道中的文化，咱在道亲的囡仔，真够注意哈！由大学、高中到国中到国小，一系列的青年活动在彰化县蓬勃发展，热烈掌声鼓励他们。我们现在有请国小高年级组第一名张轩，我们请就位；第二名张子展，请就位；第三名徐凯云，请就位。来，我们大家请上台。这是国小高年级组国小学生教导下书法的，那么为咱家小朋友鼓励。国小中年级第一名许坤耀，第二名张晨章，第三名张以南同学。我们有请彰化县知会理事长陈理事长为他们颁奖。彰化县知会，彰化县知会活动很多哈，理事长真的是非常用心带动。给彰化县知会全体理事长、副理事长李监事热烈掌声啊！向前啊，我们的同学很可爱哈、啊，很可爱的同学啊，我们赶快向前来，同学们。在座的道亲，要让我们的小朋友走进我们的道场，学习很多中华的文化，开启他的智慧，让他读经，开启他的记忆力，让他的品格教育能够在老师的教导下更能够推动，那么感染我们周遭的同学。所以道中的文化需要大家一起弘扬啊，一起弘扬。小小年纪书法写得好，值得大家热烈掌声鼓励的啊。咱观众看到嘛，真欢喜的。咱的学生内容真高吼，实在不简单哈。来，好，我们合影一张。我们请我们的理事长来，我们陈理事长跟小朋友合影留念。好，谢谢理事长，恭喜所有得奖的小朋友。各位前贤，给他们掌声再鼓励一次。咱在座所有的亲，在座各位前贤。一贯道在二十一县市知会里面，唯有回到了彰化县特别亲切，因为所有活动几乎百分百都在彰化县政府大礼堂举办，几乎了，而且几乎都是第一场，没有第二场，要就做第一，没有做第二的条件。因为有一个好的县长，让我们所有道亲真的大家感动又方便，因为县长最了解所谓的文化推动。他晓得今天道中所做的工作都是在深植人心的道德教育工作，因为咱的管教统清楚咱道中所办的工作，较无闲都会来，安怎无闲都会赶回来，所以咱真爱来咱的管教务办活动，这是咱同欢喜的所在。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大家长县长为我们做致辞鼓励，掌声欢迎我们的县长。来，各位前贤，掌声不断，欢迎我们的大家长、县长，每一次活动热烈的参与。谢谢，谢谢。啊，我们一贯道总会李理事长。省分会方理事长，还有我们彰化县知会陈理事长，啊，谢创会理事长，啊，各位理监事，我们彰化县政府主计处谢处长，宗教礼俗科吴科长，各位点传师，各位前贤大德，大家晚安，大家好。刚才司仪说啊，我们一贯道
很多次办活动都在我们彰化县政府的大礼堂来举办，也就是在彰化演艺厅来举办。我以彰化演艺厅主人的身份啊，我们欢迎一贯道的道亲随时来办活动，好不好？我们一贯道是净化人心，推广伦理道德，一股伟大的力量，也为现在混浊不堪的社会风气带来了一股清流，带来了源头的活水。所以我们彰化县政府一定全力的配合我们一贯道，配合我们各位前贤，来举办各项有益净化人心、有益带动地方进步繁荣的活动。今天是精彩一百弘扬孝道的活动。刚才我们表扬了弘扬孝道有功人员，以及推广读经有功人员，还有书法比赛得奖的各位同学。这些得奖者都是实至名归，堪为大众的典范。我们是不是掌声再给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以及祝贺之意？恭喜恭喜！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彰化县能够有幸来承办我们全国弘扬孝道活动的第一场。咱彰化确实有福气，我们不仅要办第一场，也要办最精彩的一场，好不好？今年是民国建国一百年，我们彰化县很荣幸在五年前就争取到了民国一百年建国一百全国运动大会。我们希望透过全运会的主办，让彰化县走出去，让世界走进来，能够做好城市的行销，能够让我们彰化人愈来愈有民主，愈来愈有尊严。同时我们彰化也很有福气，我们也争取到了明年的台湾灯会，也就是龙年的灯会，在我们彰化来举办。我们欢迎全国的道亲、全国的好朋友，还有我们彰化县所有的一贯道的前贤，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好不好？好。我在此要再次的代表我们彰化县政府，感谢我们一贯道在我们彰化县，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乡镇、每一个项目、每一个角落，大家都是默默的在付出，默默的在奉献各项的公益慈善活动。我们必须大声地说，各位道亲，有你真好。同时我们也期待，因为有大家的付出，我们彰化县能够更加的繁荣进步，我们社会风气能够更加的清明和谐。我们要创造彰化的新盛世，建立幸福的好城市。祝福大家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吉祥平安。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在座前贤，再给县长最热烈掌声。好的县长就会有好的城市，一定错不了。谢谢县长，我们谢谢县长哈，来感谢县长。各位在座的前贤，因为我们今天县长看到我们道清了热烈参与精彩一百弘扬孝道活动，特别给大家一个纪念物，象牙全瓷的啊不马克杯，好来做纪念，感谢关注好不好？对咱德清特别来那段来咱叫过，而且真的给大家一个非常热烈的欢迎，用大家的身份来欢迎大家。各位在座前贤，施政要靠什么？县长，但是支持要靠全体的县民，最重要是全体的道亲要给县长做最大的支持。阿列爹爸，热烈掌声给我们县长再最肯定的鼓励，谢谢县长的热烈参与跟支持。我们现在有请一贯道总为我们的李市长为我们做一个结语，热烈掌声，我们的李市长啊，我们李市长。办完了七天的活动，现在展开了全省21县市的弘扬活动。我们的总会理事长真的是在总会的理事长带动下，会务蓬勃发展。再一次给我们理事长热烈掌声。我们敬爱的彰化县大家长啊，卓县长，我们主计处谢处长啊，宗教理事科的吴科长，我们省文会方理事长，我们县支会陈理事长、陈副理事长，还有我们创会的谢前理事长啊，各位县支会的李监事啊，各位我们彰化啊所有的前贤大德点燃师道亲，大家晚安。2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启动了我们生命守门人的系列讲座，2年后还是一样，还是要回到彰化啊，因为这个民主太棒了，有这么好的县长，有这么好的啊县民啊，有这么好的道亲呢，我们相信啊彰化啊现在我们卓县长的带动之下，一定是彰行大道啊化俗成圣啊。今年的啊全国运动会，我们相信呢、一定是顺利圆满成功，而且可以博得啊台湾或是世界啊的聚焦所在。那明年是龙年啊，台湾灯会也在彰化县已经争取到了，我们相信也可以再掀起呀 另外一波高潮啊。这是我们卓县长可以说是带领之下啊县政的工作啊，应该越来越好，而且可以堪为我们台湾的一个榜样跟楷模。那我们一贯道作为台湾的一个成员，那今年适逢中华民国建国100年，我们一贯道也来到台湾，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今年刚好是66年啊，是我们过去在台湾我们各级政府的支持指导肯定之下，我们各位老前人不辜负上天所交付的这份的使命默默度化有缘兄弟姐妹，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算是呢倒传了5大洲80个国家，也是我们相当感动的地方也让我们马总统称之为是台湾的宗教奇迹之一台湾真的走出去了虽然我们外交国还是20几个国家但是我们免签证已经到99个国家了，99了已经即将到100了。那我们一贯道呢也没有辜负我们政府长期以来给我们的肯定跟支持了，我们以民间的力量也开拓道路到80个国家以上，这算是宗教外交那不只是华人甚至外籍人士如果改天有机会全国运动会或是明年的灯会，我们想办法看看把5大洲的道亲代表请回来有黑色皮肤的，有红色皮肤的，有部落的酋长都是吃素的，而且都是走一跪命名上帝石叩首的他练出来的话我们都听得懂的，因为他们学理解都学中国话所以我们中文。所以我们今年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0年，其实我们从元月25号就启动了元旦当然是一定要齐鲁法会，那是一定有的，元25号就参加了苗栗县政府今年主办的台湾灯会我们这次的灯会占地1000多坪那个展场几百坪
我们的灯会比台湾政府观光局所设定的那个12天还长，我们灯会足足将近50天，到3月6号才算是闭幕，我们才闭幕，台湾灯会2月28号就闭幕了，我们一贯到展区也是到3月6号，本来到3月15号，那个刘县长说水电会很贵啊，到3月5号就好了，所以我们从台湾灯会开始台湾书展我们总统也特别到我们一贯道的展场去聆听小天使33位朗读百孝经，他很感动，他还蹲下身来弯下身来抱起2位2、3岁的小娃跟他们合影，他还亲耳去听你们到底是嘴巴像鱼儿一张一合就算了嘛，因为有 CD 半张带，结果不是，他是天地众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那可是字正腔圆，所以他很感动特别在那边跟所有的小天使合影，这是我们第二场的盛事第三场就是祭天活动，在中正纪念堂，我们马总统也亲临来正献，行政院吴院长、立委王院长来婚献马总统也发表一篇相当感人的致辞，连大陆有官方们都要那一篇致辞，哇，他觉得说哇，总统讲得太好了虽然他不一定称他为马总统但是他代表中华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话。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省文会在今天开始正式启动精彩100弘扬孝道的系列活动，我们彰化县还是一样拔得头筹所以特别要感谢我们卓县长各级政府长官的支持跟肯定那我们刚刚也颁发了孝行奖志工推动读经志工奖还有书法奖，不管是练字还是练也是练心，读经也是读心